佛教的道场海内外所有的地方，为什么大转法轮？所以要感恩非常多的菩萨不断的在关心护持印经协会，也非常多的人不断的来要书 DVD 到处到数十间庙去推广，愿佛陀的教法满人间，令众生离苦得乐。感恩各位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。说分别善恶所起经，祸害安息国三藏安世高义。佛在舍卫国，其还阿难宾底阿兰，是佛伤哀诸所有生死之类故，结出称为分别善恶，都有五道。人作善恶有多少，称慧有薄厚，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，何谓五道？一为天道，二为人道，三为恶鬼道，四为畜生道，五为淋漓泰山地狱道。人不求度世道者，生死忧苦不断绝，往来五道不得解脱。贤者侠人，掩于忧苦，见师则成事，不见则思师教戒。师教人去恶就善，是人度世之道。父母养育，老病死亡一世耳。佛度人万事不及，贤明智者以手思为之。佛告诸弟子，皆听我为汝陈说善恶之祸福。诸弟子皆常跪插手言，诺受教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慈心不杀生，从不杀得五福。何等五？一者寿命增长，二者身安稳，三者不畏兵刃、虎狼、毒虫所伤害，四者得升天，天上寿无极，五者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则长寿。今见有百岁者，皆故事宿命不杀所致，乐死不如苦生，如是分明，胜莫犯杀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不取他人财物，道中不拾遗，心不贪利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财物日增，二者不亡遗，三者无所谓，四者得升天，天上多珍宝，五者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保守其财产，县官盗贼不敢侵犯取其财。今现有宝财至老者，皆故事宿命不敢取他人财物所致也。王无多少，令人忧恼，王遗不如宝在，如是分明，胜莫取他人财物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不犯他人妇女，心不念邪僻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不枉费，二者不畏县官，三者不畏人，四者得上天，
天上玉女作赋，舞者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多端正赋。今尊者见有若干赋，端正好色，皆故是宿命不犯他人妇女所致也。见在分明，甚莫犯他人妇女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不两舌缠人，不恶口骂人，不妄言其语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语言皆信，二者为人所爱，三者口气相好，四者得上天，为诸天所敬，五者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为人好口齿，他人不敢以恶语污之。今见有从生至老不被口谤者，皆故是宿命护口善言所致也。如是分明，甚莫妄缠人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不饮酒醉，从不醉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传言上士，进见常立，语言不谬误，意事患如意；二者家世修治，常有余财；三者假借求利即得，亦为人所敬爱；四者得上天，亦为诸天所尊重；五者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洁白自喜，贤惠小事，皆从故事宿命不饮酒所致，甚莫饮酒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不持刀杖恐人，不以手足加痛于人，不斗乱别离人，己所不欲不施于人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身体强健，二者卧起常安稳，三者为诸天龙鬼神所护侍，四者得上天，天上乐无极，五者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身体顽具无疾病。今见有从生至老无有疾病者，是皆故事宿命不加痛于人所致。如是分明，甚莫加恶于人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何心不称慧？见贤者敬之，愚者忍之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为人所称誉，二者人见之皆欢喜，三者身子安稳，以润则好，四者得上天，天上端正净洁，五者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为人善信，端正书好。今见有好人万人之选，皆故是宿命和心善信人如所致也。不称慧如是分明，甚莫称慧于人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孝顺父母，敬事长老，恭直谦卑，贤贵后起，后言先止，常教恶人为善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为人所敬爱，二者人皆道其善，三者自意欢喜，四者得上天，为诸天所敬爱，五者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为众人所媚爱。今见有善心孝顺为众人所媚爱者，皆是故事宿命孝顺敬事长老所致。如是分明，可作孝顺事于长老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用见小事，善心好意，敬事尊老，礼节兼备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仕宦得好职，二者在官即迁，卖买得利，三者百姓见之皆欢喜，四者得上天，诸天见之皆欢喜，五者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为王侯公卿作子，皆故事宿命行礼作福所致。如是分明，甚莫骄慢于人。
佛言：人于世间，不悭贪，好喜布施，爱是诸家亲属贫穷者。若乞丐儿，饮食常当食饱，衣亦当完好，从事得五善，何登五？一者，财产日增；二者，为诸天下人所称誉；三者，为州郡国所尊敬；四者，得上天，天上所事；五者，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大富乐，为众人所敬。皆故是宿命，不施行善所致。如是分明者，亦可行得布施。佛言：人于世间有明经贤者，若沙门、道士，习往问度世之道，行不嫉妒贪爱高远贤者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得暇，二者多闻，亦多知多见，三者多尽探知，四者得上天，天上事所学，五者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及明经小道，为国家所敬重，亦为人所归仰。今见有明经小道者，此皆故是宿命做道行德所致也。如是分明，亦可行道德。佛说经已，诸弟子皆欢喜，前为佛作礼。佛言：听说作恶得恶。诸弟子皆插手言：诺，受佛教。佛言：人于世间喜杀生，无慈之心，从事得五恶，何等五？一者寿命短，二者多惊怖，三者多仇怨，四者万分以后，魂魄入泰山地狱中。泰山地狱中毒痛烤炙，烧至蒸煮，灼刺吐蕃，压肠破骨，欲生不得，犯杀最大，久久乃出。五者从狱中来出生为人，常当短命，或胎伤而死，或堕地而死，或数十百日而死，年数十岁而死者，今见有短命人，若行斑疮，身体不完，薄茧突鱼，或盲聋喑哑，求鼻塞痈，或无手足，孔窍不通，皆有故事宿命屠杀、涉猎、罗网捕鱼、残杀文盲、龟鳖、藻虱所致，如是分明，甚莫犯杀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偷盗劫人，强取他人财物，求利不以道理，欺诈取财物，轻秤、小斗、短尺欺人，若以重秤、大斗、长尺欺人，道中舍疑，取非其财，负债借贷不归，抵触以行护人，从事得五恶，何等五？一者财物日耗减，二者王法所及，觉知当孤，少有托者，三者若身未尝安归，常怀恐怖，亦自欺身，四者死后魂魄入泰山地狱中，泰山地狱中烤炙数千万毒，随所作受罪。五者从狱中来出，随所负轻重常在，或有做奴婢长者，或做牛、马、骡、驴、骆驼长者，或做猪、羊、鹅、鸭、鸡、犬长者。诸禽兽、鱼鳖之属，皆是负债者。今言债不腐朽，所谓也。今见有下贱畜生之属，皆由故事宿命贪利，强取人财物所致也。畜生勤苦如是，见在分明，甚莫取他人财物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淫逸犯他人妇女，从事得五恶，何等五？一者家事不和，夫妇数斗，数亡钱财；
二者为